Welcome to Beautiful China.您现在收看的是沃 TV 为您真诚奉献的吉米驾到。那其实我就不用介绍了，我就是吉米，吉米就是我，那怎样啊？所以呢，我觉得收看我们的节目呢，都是一些热爱生活、热爱漂亮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因为我们现在节目可能一直都是女人在线，但是我也相信，可能我们也会找一些非常帅哥、很性感的，甚至有很多的 muscle 的，然后呢，在这里面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女人也保一下眼福。其实我觉得节目本来就应该是快乐的，应该是带给我们更多的一种生活的态度。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请来了一位呢漂亮的小妹妹，就是这个妹妹的脸的稍微有点圆。其实而且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我也不知道应该是说是对呢还是错。其实真的，那接下来先给让她介绍一下好吧。Hello， 大家好，我叫彤彤。彤彤啊，嗯，彤彤，你知道今天我们要给你，就是你有没有心愿，就是说你成为什么样的女孩？嗯，就是像芭比娃娃一样的女孩。对，其实我刚才也是觉得，就是在你坐上来之后呢，我也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尴尬，你知道吗？就是芭比呢，到底是瓜子脸呢，还是那种团子脸？就是现在我们俩得探讨一下。你说那芭比的脸应该是圆的呢，还是应该是长的呢？应该是又长又尖的吧。又长又尖。对，我觉得你的下巴倒是蛮尖的，所以刚才在上来之前我还问你下巴是不是垫的。哦，没有，真的是没垫哈。对，感觉怎么那么油光焕发的那个下巴。遗传的好啊。真的是哈。对，然后可是就唯一我觉得你人生可能最大的一件憾事，就是长了两坨腮帮子。是不是有那个感觉？而且我觉得你的腮帮子好像跟那个就是跟那个下巴不太成一个比例。嗯，就是为什么我说不太成一个比例，就是你这儿吧，如果是开两条线吧，嗯，特别像那木偶，是不是？就它下托可以这样嘎哒嘎哒的那种，然后它跟那个就两个小肉肉腮帮子，就完全是有点分家。是，那你原来就是一直是这样的脸型吗？对，但是后来也经过后天的修饰过。怎么修饰的呀？就是打美容针这种，就是像 Botox 是吗？嗯，对。那你大概有多久没打过了？嗯，其实我今年是冬天的时候还打过。啊。但是那种针可能有真有假，有时候分辨不了，可能就效果不是很好。是在加拿大本地打的？不是，在国内。啊，国内打的。对。那一般你打这种针多少钱？我先问问。嗯，1200左右。1200应该不会是真的。嗯，对，1200应该不会真的，因为真的我告诉你啊，嗯，本身这个针的成本就应该是在800块钱左右，而且还是这个国产的。嗯，对。所以那你想，就是说人家扣你400块钱，嗯，我觉得有点，就是怎么着都得翻倍。是。所以这是一件憾事。嗯。因为其实这样演艺圈很多人都打这种针，我也觉得没有必要特别忌讳什么东西。嗯，是。你像其实，在这个我们经常上镜的，你看到很多的一些明星啊、大腕啊，反正你看到就是今天你看他是这样，可是事隔比如说过个可能5-6年或7-8年，甚至有时隔10年的，嗯，你会发现这些明星越来越年轻，反而比可能在10年前或8年前看的还年轻。逆生长。对啊，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常说一句词叫逆生长嘛。那你有没有真正想过怎么让你自己逆生长一下呢？啊，其实我是个对保养皮肤挺不在行的人，就不太在行怎么样去保养皮肤。对，所以我是很懂。其实我现在看你的这个毛孔啊，说实话有点大。嗯，我知道。以你的这个年龄来讲呢，就是嗯有点大，有点像应该实际上看到你皮肤的这个年龄应该是至少在27、8岁。嗯，因为我卸妆这一部分不是做的不是很好，而且现在皮肤偏干。嗯，偏干，而且就是我觉得你应该也是属于就是说有的时候会用一些化妆品容易过敏。今天可能也有很多电视机的这些女性朋友呢，可能特别关注就是在加拿大这边呢，女人应该怎么去护理。其实我也谈到这问题，加拿大女人需要护理吗？因为都不分泌雌性荷尔蒙了，还护理有什么用吗？你觉得就是说你在加拿大是不是也特干枯啊？像就如果是在国内的话，你还算一个灿烂的花朵，就是属于有水有肉的那种。来这儿你基本上快成干花了吧？是，
但是加拿大的，其实加拿大环境应该比国内好，空气质量什么的。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如果女人没有爱，或者说没有一种就是那种啊，知道欲望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活着好像基本上就是属于。早晨连脸，要没有什么事儿的话，连脸都懒得洗，对不对？对，没有说给谁看，没有冲动啊，对，没有冲动，没有越级者。可是你知道，就是这个概念来讲，我们一般说没有越级者怎么样啊，那也无所谓。其实恰恰就是因为没有越级者，或者说是没有动心的人，你知道女人就死了，你们现在基本上就死了。为什么？就是你们的那个雌性荷尔蒙已经就完全是属于不再工作了，就是不再分泌了。所以女人一旦没有了女性荷尔蒙，虽然胸不见得变小，但是其他的就是功能可能还在，但是那种美丽外表的那种美丽就没有了。那其实我们今天聊的一个话题呢，也是属于大家可能也特别关心的，就是减肥的话题。因为天已经暖和了，至于说有没有男人看呢，我们自己还得稍微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漂亮一些。那这时候呢，冬天留下的一些赘肉啊，包括一些小肚腩呀等等，那可能在这个季节我们就开始要去减。你有没有什么减肥？因为我看你还蛮瘦的，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减肥方法？我就最近在疯狂减肥，但是我的减肥方法都不是很健康，就不是跟运动无关，因为我这个人特别懒啊。如果让我花时间去跑步什么的、游泳什么的，基本上不太可能，都是靠吃药啊、吃喝减肥茶啊什么乱七八糟。就反正不是很健康的，所以要不我说我看到你的那个皮肤感觉失水就是比较严重，因为有的时候呢，减肥茶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它就是让你大量的排水，所以有的时候皮肤就特别枯干。而且呢，我不知道就是说，其实就是当时有一个那种叫美国小药丸，叫蓝色小药丸，你吃过吗？那个，但没吃过。哦，那个真的是很夸张哎，就是当你觉得你是在排气的时候，其实就有油排出来。是，不过好像都是那个原理，就是减肥茶都是排那个什么的时候，同时把油排入。可是你知道就是说那个夸张到什么地步吗？就是我周围的朋友有吃的，吃完以后呢，就是他出去的时候他以为他放屁，结果呢，哦，夏天呀，他穿的是白色裤子，然后就崩出来那个黄的，然后就是他就得赶紧回家去换裤子。后来你知道就发展到就是很多人吃这蓝色小药丸的时候，蓝色小丸的时候是都带着护翼，就是男生也会带护翼。天哪，这有点夸张。你没吃过这个蓝色小丸？没有。那你现在就是说除了减肥茶之外还有什么？还有穿瘦腿袜呀，抹那个瘦身膏啊，还有、我就问你啊，比如说穿瘦腿袜你觉得管用吗？我最近刚开始买，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他们嘱咐我要配合那个瘦身膏一起用啊，然后晚上回家还要倒立啊，就是躺着然后把脚放在墙上倒着，然后应该还有点作用吧。因为我抹那个瘦身膏以后全身会发热，然后再包上那个袜子，我觉得怎么着都应该起点作用。我也是属于一个减肥达人，像你说的那种吃药我也吃过啊，吃各种药，而且呢吃的不同的药呢，其实后来发现到，就当时呢你可能没有什么就是觉得身体不适啊或怎么样的，但是后来就会发现，比如说像后来就是吃完药以后过了几年之后，就慢慢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是不能饿，一旦饿以后手就开始哆嗦。有，会哆嗦。后来你知道就发展到就是从2010年的时候，就是我被查出有甲亢啊，就是也是就是因为内分泌全部都紊乱了嘛。那而且那时候吃减肥药，你知道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你到洗手间，就是你想小便的时候尿不出来，而且小腹越尿的时候，哦，痛的要死。所以就证明一个，有的时候这药呢，要不就是伤肝，要不就是伤肾，要不就是心脏。是我之前有一年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就在家待着，那会儿也是吃减肥药，然后后来就经常心跳过速啊，对，然后经常就是憋气喘不上气来，然后后来就停了。但那一次是一个月减了将近20斤。哇，那真的是蛮多的。但是就是感觉身那个器官就受不了了，有点。可是这就相当于是拿你的这整个人的这种健康来换、来换的这个代价。看不见。对。而且还有呢，就是在这边呢，就是我要教给大家，就是晚上基本上就是在你睡觉之前的差不多6个小时，就是就白天早餐中餐你可以随便吃，真的就是晚上那一顿是不能吃。
所以那样的话你的体重是绝对能控制的。如果你特别想吃的情况下呢，现在其实有一种那个蛋白粉，而且就是晚上一般你要就是特别饿的时候，就是把这个酸奶跟蛋白粉搅和在一起喝下去之后呢，再喝一点水，它有一种饱腹感。如果你要想减的特别多的情况下呢，就是早餐和晚餐都用这个，基本上一个月也能减个10斤8斤的是没问题的。你知道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说减肥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吃多少，嗯，你一定要排出去多少，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你是吃这么多，你排那么多，其实全部都在身就是宿便，对，全部都在身体里面堆积了。我现在加拿大是看到了一个，就是不是看到啊，我是现在离不开有一个饮料在这边的，它是无糖的，而且是芦荟的，我真的是属于超级厉害。就是排到你连气带所有的东西，就是你吃的东西全部都能排得出去。而且还有呢，就是晚上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你可以就是不要是这个，这是叫顺时针。顺时针呢是往下排，逆时针就不行，逆时针是往回收。所以呢，顺时针晚上有时候睡觉的时候或看电视的时候，揉一揉肚子。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你站立的时候呢，就是腿向后抬，是可以让你整个臀部向上，而且呢，耗出来的肌肉它是有线条的。我也不建议就是你去游泳，因为经常游泳的人肩膀宽，肩宽胸厚，就像一个女的那个女运动员一样的感觉。对，我之前就是游泳游的就像一个这两边。像一个女健将是吧？那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哎，这个春天，你的真的是能给自己减肥成功，但是不希望就是在吃药。其实喝减肥茶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毕竟我觉得减肥的方法很多，而且有健康的减肥。所以我也希望电视机前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人呢，也知道刚才我介绍了很多的方法，当然记住了，这都是我亲身总结出来的。所以也希望你在这个春季呢减肥成功。接下来呢，我们呢会这个让我们的彤彤呢能够变成他自己如愿以偿的芭比。